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啊。前一段时间频道做了田中裕子主演的阿信，但很多观众留言说没看够，还想看他的更多作品。既然呼声这么高，那就来吧。今天带大家看一看风情万种的阿信是什么样的。由高仓健、田中裕子和北野武共同出演的作品《夜叉》阿具奉上。年轻时的修志曾是一位社团大哥，刀光剑影，快意恩仇，香车美女，阅尽浮华。如今的他洗心革面，跟妻子在渔村过着平静的生活。渔村里谁也不知道他的过去，他也似乎遗忘了以前的生活。今天朋友的儿子要去大阪求学，天刚微亮时，修志冒雪渡他离开。看着年轻人飞奔而去的背影，修志又一次想起了霓虹灯下的大阪。那时他还年轻，那片江湖承载了他所有的欲望和荣光。年轻人走后，渔村生活依旧，直到一个女人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影子，是一位从大阪来的单亲母亲。影子身上有一种与小镇不相适宜的风情，引得男人们纷纷侧目。为了生计，影子开了一家名为萤火虫的酒馆。每当夜幕降临，打鱼归来的男人们便聚集于此，兴奋异常地饮酒唱歌。酒好喝，歌好听，但区别于小镇女人的那抹风情，才是让男人们流连忘返的真正原因。影子也乐得以此为生。修志偶尔也会随众人光顾酒馆，只是在大阪见惯浮华的他，并未如其他男子般喜形于色。一日清晨，朝阳初升，刚刚起床的影子遇上了出海归来的修志。影子热情地打着招呼，而修志沉默地扔了一条鱼过去，换取了对方一个飞吻的谢意。不经意的举动却被镇上的女人看到，消息很快传到了修志妻子东子耳中。东子有一瞬间的疑虑，但她也并非为流言痴语而与丈夫大吵大闹之人。男人们捕鱼回来后，一同出海的启泰被困在了岛礁之上，他是那个外出闯荡年轻人的父亲。修志和渔民们赶忙去施救，海上正值风大浪急之时，众人只得踏着厚厚的积雪，飘摇的孤舟旁，启泰正痛苦地躺在那里。村民赶忙起火取暖，修志为他吃了应急的药物。刚刚清醒过来的启泰带着几分劫后余生的心情告诉修志，自己之所以这么拼命，是为了给上大学的儿子存钱。此时的启泰有着一个渔民最朴素的愿望，他愿为自己的家庭奋不顾身。这场危机之后，生活归于平静。启泰妻子又抱怨起萤火虫酒馆来，男人们总是去那里花钱，那女人真有这么大魅力吗？是不是大阪的女人都这么风情？敷衍应和着的东子脸上露出一丝错愕，而后化为一抹尴尬的笑意。她也是来自大阪的女人，那时她还年轻。与还是江湖大哥的修志初初相遇，几番交流后，两人互生爱意。东子父亲原本对修志的身份有所顾虑，但不久之后，修志的妹妹遭仇人报复，不幸殒命，这让修志痛心不已，决心退隐江湖。他请求东子的父母能让女儿随自己归隐渔村，并决心不再踏足大阪半步，安心当一名渔夫。两位老人虽有几分不愿，但考虑女儿离开大阪便可安稳生活，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就这样，时光匆匆流逝，当初还是少女的东子，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般平静的生活原本会持续下去，但不久后，小镇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天，影子满心欢喜地去车站接自己的情人，他叫师岛，是一个江湖混混。尽管师岛只是把这里当成了一个临时落脚点，对影子的态度也始终不冷不热，但影子却已如小女人般幻想着未来。她想和师岛在此生活下去，一起吃美味的食物，看美丽的风景，还要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只要师岛能改掉身上的恶习，她可以负责挣钱养家。但师岛却对此毫无兴趣，这地方又腥又臭，哪有什么生活。很快师岛便和镇上的渔夫混熟，他们没日没夜的打牌，师岛输了钱非但不气不恼，反而是精神抖擞。渔民问他有什么秘诀，他笑着说自己有营养液，
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他却故作神秘的不说。不久后，齐泰的儿子担心父亲，便回家探望，而修治却将他赶了回去。既然决心出去闯荡，就别轻易回来，为了一点小事就回家，像个男人吗？修治不留情面地说着，仿佛是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投射到了这个青年人的身上。之后，修治来到酒馆，请求师导不要再带着众人打牌，这般没日没夜，就算年轻人也吃不消。师导突然间暴怒，大声斥责着修治，而后精神地走进了里屋，影子也匆忙跟了进去。屋内，师导不顾影子阻拦，贪婪享用着所谓的营养液。屋外不知情的众人只觉得是夫妻日常吵架，没有在意。但唯有修治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年前，他的妹妹就是碰了那种东西，才走上了不归路。当时，他质问妹妹为什么要如此自甘堕落，而妹妹却带着几分决绝的恨意说，因为我唯一的亲人是一名江湖大哥，我们永远也过不了平静的生活。最近一段时间，老实本分的启泰却变得亢奋异常，这让修治起了疑心。他偷偷跟踪了师导，发现对方正将所谓的营养液卖给镇上渔民的勾当，而与师导接头的人恰好是修治原来的部下。见到曾经的大哥，部下显得既欣喜又惶恐，而在无人的角落，修治狠狠教训了他一顿，部下没有还手，只是嬉皮笑脸地挨了下拳头。他过得也不好，披在身上的大衣只是一种伪装。修治离开后，族长死了，社团也随之解散，部下只能投奔到对手门下做个小弟。听部下诉说这些年的辛酸，修治脸上露出几分不甘的隐忍。回去后，启泰妻子正吵闹着，家中存款全被启泰花光了，那是为儿子上大学准备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启泰不敢说，妻子只能把火撒在影子身上。他去了酒馆，怒斥影子是专勾引男人的下流女。影子不想与他纠缠，平静地说，我不是那种人，所以随便你怎么说。启泰妻子依旧不依不饶，却被影子凌厉的眼神吓退。经此一闹，镇上的女人都不允许丈夫来此喝酒，酒馆一下变得冷清下来。这天，修治独自来了酒馆，影子特意为他点亮了门口的灯光。他让影子把师导所谓的营养液扔掉，那种东西是藏不住的。影子察觉了修治的身份，知道他是从大阪来的，但他还是决定听修治的，彻底断了师导的念想。但不久后，得不到满足的师导彻底陷入癫狂，残血之中，他拿着凶器一路追着影子和孩子。邻居阻拦，他又将刀挥向邻居，影子只得把他引回家中。得知消息的修治匆匆赶来，打斗中师导划开了修治背后的衣服，那块代表帮会成员的图案露了出来。尽管妻子匆忙为他遮住了后背，但众人还是看在了眼里。最终师导离开了小镇，而修治的风言风语也在小镇中传开。冬子和孩子们备受冷落，村民们不愿和一个帮派成员打交道，他们希望修治家能够离开这里。但冬子却是很坚定地对孩子们说，就算背上有那种图案又能怎样，这么多年我们没做过任何坏事。不久后的一个雪天，修治偶遇了精神恍惚的影子，他刚刚经历了流产，孩子是师导的。两人一起去了海边，修治问他以后要如何生活，影子带着几分无奈的酸楚说，也许终究还是要回到大阪吧，那里的生活才适合我，我是属于大都会的。影子的话让修治又一次想起了过往，尽管已经平静生活多年，但江湖中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一直潜藏在修治内心深处，而如今的他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修理着破损的渔船发动机。岳母也忧虑地向冬子念叨说，他真的甘心做个渔夫吗？背上的夜叉图案永远无法去除，但如果心里有夜叉，那便是更加可怕的事。夜里，冬子去渔船寻找修治，却发现他早已离开。酒馆门前的灯光再次被点亮，他独自去了影子那里。酒过三巡，修治向影子说出了内心所想，
也许离开这里会好一点。英子没有接话，他又独自低声念道，和你一起喝酒是件快乐的事。听到这样的话，英子脸上荡漾起些许欣喜与娇羞。此时东子寻命而来，两个女人都有些尴尬。英子似有所指地说起了一个故事，在大阪时，一位很厉害的江湖大哥突然归隐，大家都说他是为了心爱的女人，我觉得不是，我想以他的性格会喜欢大海，所以才不顾一切地来到海边。东子微笑沉默着，而修志也始终低头不语。两人离开后，独自坐在吧台前的影子娇羞地拿起修志的筷子放在口中，娇羞且春情荡漾。第二日，影子举着一把红伞去找了修志，大雪之中，影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意，我想来见见你，因为脑海里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情形。而就是此时，大风将伞吹落，那抹暧昧也在两人间荡漾开来。那一天，他们去了镇外的旅馆，影子也见识了修志背上完整的图案。小镇上的生活依旧平静。不久后，东子母亲去世，离开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回想着东子结婚时的场景，也不知当初让女儿来这里那个决定是否正确。而在一个雪夜，石岛突然打来电话，影子拿着存折匆匆出了门，但他攒下的那点钱并不足以帮石岛还债，眼前的男人如丧家犬般哀求着影子再帮帮他。影子心灰意冷，想自此恩断义绝，但师导却把他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肯轻易放手。破船内，影子收拾好衣衫，独自冒雪离开。他去找了修志，希望他能想办法救师导。助けてどないするよ。別れられる。できる？修志回家后将事情告诉了东子，东子想要把家里的船卖掉，帮师导还上赌债，好让他与影子安心生活。但修志不同意，他觉得卖了船，家里的生活将无以为继，江湖的事还得用江湖的方式解决。他似乎已在心中下决心要重回大阪。东子倍感痛心，但也无力阻止去意已决的修志。一个清冷的早晨，孩子们还在安睡，修志穿上了那件尘封已久的高级风衣，在东子惶恐的目光中独自离开了家。酒馆内，醉酒刚醒的影子看着修志走过桥头，嘴角露出一丝胜利者的微笑。来到大阪的修志先去找了曾经的帮派大姐，而大姐却怒斥他不该回来。気の済むようにこの街見たら海へお帰り。ええな。あんたはもう。为获得故人的支持，修志只好给对面大哥打去电话，对方客套地答应了见面。而此时的小镇中，两个女人在桥头相遇，雪下得很大，东子把手中的伞给了影子的孩子，而后忧心低喃道，不知道现在的大阪是不是也下雪了。修志只身前往赴约，却只有几个混混在等着他，曾经的部下也在场，满脸淤青的师导则坐在众人中间。混混们带着几分蔑视，给了修志一些钱，说是回去的路费，让他别管这些闲事。被羞辱的修志用武力强行解决了问题，混混们紧随其后。此时曾经的部下出现，他带走了师导，说在废弃工厂那边会合。而等修志甩掉众人来到工厂时，却找到师导已经冰冷地躺在废墟中，等在这里的部下痛哭着祈求原谅。他出卖了修志，但他别无选择。这一刻修志才明白，大阪早已不属于自己。他将那件风衣披在了师导身上，独自返回了渔村。酒馆中得知师导的死讯，影子并无太多悲伤，他更在意归隐的修志是不是为了他才去了大阪。夜下はな、南がよう似合う。道頓堀のネオンがよう肌に戻るんや。ここは似合わへん。私も。但修志始终沉默不语，影子明白了他的心意，流着泪告了别。这个渔村再没什么值得他留恋，终究还是要回到大阪去，那才是属于他的地方。影子带着孩子坐上了离去的火车，昏黄灯光下他一直张望着，但躲在暗处的修志却始终没有露面。空荡的车厢中，
英子捂着嘴冲向了卫生间，她又一次怀孕了。但孩子是谁的呢？夜叉的图案在脑海中闪现，英子含泪露出一抹微笑。寒冷的清晨，东子正在酒馆门前，修治从公交车上下来，东子带着欣慰的笑快步迎了过去。两人沉默着没有说话，大雪之中并肩走过桥头，便又是平淡的生活。夜叉上映于1985年，是那个时代非常成功的商业电影。高仓健即便不苟言笑，却总能透过眼神或是举止将内心起伏的情绪传递出来。田中裕子饰演的影子美得简直是无法形容，尤其是当她披着红色的衣服矗立在白雪皑皑的河边眺望远方时，宛如一幅精致的油画。虽然他们两人之间违背家庭伦理的偷情在电影上映后遭到很多人的指责，但在我看来，或许因为两人都来自大阪，都有过放荡不羁的生活，所以才会在精神上有了某种共鸣，才能在短暂相处中寻求情感寄托。影子之所以带给修治致命的吸引力，相比爱情来说，更多的是对被连累致死妹妹的亏欠和对大阪曾经恋人的怀念。影子酒馆前的灯再也没有亮起，修治的目光重新投回家庭。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这类电影题材的话，点赞留言告诉我哦。如果数据好的话，频道会制作更多类似的影片。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